电玩报报，现在来到了礼拜一的时间啦。今天的电玩报报会比较不一样，第一个是以前的那个固定角色回来了， yes. 然后第二个是从我们应该是说不知道是从今以后啦，之后我们本来是每个阶段的广告是五分钟、五分钟、二十分钟跟五分钟，那我们接下来从今天开始会调试一下。变成每个都十分钟、嗯，对，就十分、十分、十分、十分这样。对，因为可能有些观众觉得二十分好像太久了，怕你们会太想念我们之类的，或者是去大个便，然后回来就忘记把电玩包包再打开。对，所以想说，就是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尝试一下十分钟就好了，好不好？所以呢，希望大家就是今天就是。十分钟应该很快吧，差不多超快啊。那就是去倒个水，买个东西就没了。买个东西还太久。对啊，看个网页啊就没有了。对啊，是不是？或是转个珠，刷个一关就没了啊，对不对？好不好？所以今天大家可能就是可以看一下十分钟，就是尽量待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啦。好的，好的。然后呢？今天欧小线又回来了。对对对，小线有什么事吗？没有什么事啊，感觉你知道这一个月没上班，感觉好像真的。你已经一个月没来了。对啊，一个月没来了、哦，想说上次来是刚刚那个精华是不是？对对对对，应该是啊、哦，应该七月底吧，忘了，其实都忘了。七月底的时候，很久欸、整个是一个多月。真的啊，我觉得每次因为又一个多月没来，真的在踏入这边，那真的觉得。怀念，真的、啊、就是景物依旧，人事已非啊。人事已非，你讲清，我们讲清楚，人事已非是说我们怎么样？没有没有，你们还在，可是看到有一些人好像真的都不在了。谁、哦？你说廖哥啊？有点怀念廖哥、欸。你走的时候，廖哥已经啊，真的还在，他还在，他还在，他还在哦。对啊，對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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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没有看到廖哥。那也只有廖哥啊，还有谁？还有谁？我不知道，反正有些人都不见了。还有谁？哦，字幕哥，字幕哥，不见了，就只有他们两个啊，还有吗？不知道没有了，反正就觉得少了很多东西啦。没有了啦，可以把他们两个当东西看，不是东西看，就是真的少了可以嘴炮对象，毕竟以前一起工作过、啊。哦，有啦，未来肯定还有很多机会可以在类似的工作场合遇到。对、啊嗯，我觉得廖哥应该是还是在电玩界，对、啊，还是在电玩界，对、啊。他现在不知道在哪个电玩界打混，啊、打混。其实我有听到内幕消息，他现在在一个不。得了的公司，混得还不错，对，很开心这样子、啊。未来大家可能在别的平台上可以看到他，嗯，没错。那廖哥在这边，我也是希望你就是可以发我，没有，廖哥已经不是当通告的这个角色了，啊、他去做别的技术性的东西，没错、啊，没错。嗨嗨嗨，那字幕哥好像就是怀孕了，哈，怀孕了，他怀孕，他可能女友怀孕了吧，哎、欸，他说走就走、欸，哎，超没人情，啊、超潇洒，王八蛋了，真的王八。真的，那些人真的怎么会是这么潇洒，可以说走就走？我们都会舍不得哎、欸。对啊，真是很奇怪。算了啦，但是我相信这个圈子很小，很快就是大家又会遇到。啊、嗯，对。然后呢？对，因为小编说我们要来先拆礼物，我们先来猜一下这旁边这一箱、太大了吧？它上面虽然说是写杰林收，可是我猜应该里面是柚子之类的，因为昨天我开台的时候，然后就有人说他寄了柚子来这样子，柚子，因为中秋节即将要到了嘛，九月二十，到底是二十七还是二十？二十七，哦，是二十七，是不是？中秋二七，对，二十七是礼拜日，所以连假是二五六二七二八，二六二七二八，因为礼拜一有补假，是一本杂志，哎，哇，华丽上班族，华丽上班族，来。哦，最华丽了，是很多零食，还有零食，还有真的是柚子，可是这柚子好难哦，啊，你要帮 Pasaki 帮你一下好了，不是因为它卡它，哎，这可乐果可不可以先放旁边？可乐果，可乐果，柚子，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柚子，麻豆的哦，咱麻豆的油啊，麻豆啦，麻豆呆啦，麻豆，麻豆的，我们把它拆开来应景一下好了，好，哎、欸，好多颗哦，小颗，八颗哎，柚子，你们会剥吗？会啊，大家那时候我们去年不是就已经在这边，然后用手指大家那边剥啊。嗯，我你有剥吗？我没有，我那时候不在啊。然后现在已经剥一颗，可是我忘记怎么剥了。就是从他的屁股插进去啊。对啊，这样子的、啊，大拇指。
大拇指，然后从他的屁股这样子、啊、插进去，帮我插一个，帮你帮你插，好好好，我来了。而且你们两个一定要对话嘛，因为大家身体对小静说，你帮我插一下，你帮我插进去，这个话这个话可以。我说这个，这个哈、哦、就插，可是这个有点硬啊。不会、啊，因为我做这个指甲它快掉，我怕插进去就大家要吃我指甲了。哎、欸，还不错。好，OK。耶、yeah, ，然后就开始播，对不对？对啊，就开始往上滑动。哦，好，那我把这个当成热身。那个什么啊，鲁鲁平常吃柚子，你会用刀割，还是一样像我们这样用手？用剥的吧，因为我家没有放刀。哦，你家哦没有放刀。哎、欸，可是你知道吗？不是，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就是没有放刀，其实也可以刮，你知道怎么刮吗？嗯、就是用那个原子笔。这样画原子笔、啊，真的用原子笔画一横一横一横，然后顺着原子笔这样子把它弄掉。真的假的？真的可以啊，可以哦、啊。对啊，真的可以啊。哎、欸，它这个柚子好小颗哦、喔，小颗的比较甜还是大颗比较甜？小颗比较甜啊。哦，真的、啊。小颗甜啊，对啊。我怕我指甲会断在里面，吃看看甜不甜嘛。啊，结果身体是刚刚一直在互换，你知道，结果他还没有把几个一直在互换。哪有这火锅哎、欸？他一直在互换。我们来吃看甜不甜好了。现在应该是当季的，应该是很甜吧。嗯，可是我这个愛我这个很绿，是有熟的。好哇哦，好，好，好酸哦，很酸，有一点点酸，是还没熟吧？应该是要放个一两天，是不是？不是，因为我们刚刚吃便当嘛，突然接触到这个就会，哦、好酸哦。酸。卤蛋觉得怎么样？酸吗？算酸，对不对？酸的。算酸。啊，有甜吧？酸酸甜甜吧。酸酸甜甜的，可是不是那种很甜。因为柚子要到有点黄，就是甜甜啊。那这样摸吧。它现在是有点绿色的，所以还是酸的。它要到有点点黄。而且它很多汁哎，它那个肉好多汁哦、喔。对不对？是不是有点酸酸的？哦，酸酸的。你摸到了是进咱这油啊，够了。还不错啊，还不错，但有一点点花花的。来，柚子可以再放吗？再放它会变甜吗？可以放啊。还可以再放吗？当然可以放啊，这个可以放啊。可以放哦，可是柚子是可以放的。可是不能放到它干，它大概放个一个月就会干掉吧。哦，因为抹搭一啦，这样子。哎、欸，柚子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圣物。应该是说烤肉的时候你吃这个也可以解腻啊，而且可以刷晒。对，就是排便之后，排便就是它会促进你的肠胃，对、啊，促进你的肠胃蠕动的很快。真的，然后就可以刷晒。啊，也不要吃过量，其实柚子还是有一些热量。过量会哦，因为柚子对热量还蛮高的。甜点对啊，一颗柚子不知道热量多少、欸。一百多啊？一百多也太少了吧？一两百我不知道，随便啦、啊。不要乱讲啊！到底知不知道？热量很高，而且他说哎、欸、多少？到底是多少啊？对啊，随便啦，青菜啦，反正东西过量是不好啦哈。当然，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子，好不好？好吃的东西就算过量也会变不好吃。啊，那一本 PC Home 杂志，啊，这不是 PC Home， 这个叫做 Focus 焦点。我们不要打广告。哦哦，没有，不是 Focus， 啊，有一个很，哦、我看一下什么，里面有什么经典的东西。没有，它只是一个随手放进去。哦，随手放进去不是？它不是重点。哦，它不是重点，然后这边有什么亮点？它不是，还不错，好吧。哎、欸，我们刚刚才吃完便当，现在就可以吃水果。真好。饭后水果，但是好像水果其实不能饭后吃。为什么？饭后才是吃水果啊？对啊，来吃水果吗？饭后就要吃水果，对啊，不然餐厅水果都饭后上啊。对啊，我忘记了，我好像是说我们都是有一个吃菜的顺序是相，就是弄相反，一直以来都弄相反，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是应该要第一就是汤先喝啊。没有，汤先喝是减肥的那个啦，减肥的人就是汤要先喝，对啊，因为你先喝先饱肚，那后面东西就会吃的比较少。对对，就这样子、啊。可是你知道吗？我前阵子不是在减肥吗？对。然后我就跟医生说，医生，我不管吃再少的肚子都我都只有一点点，就是因为我一直练腹肌嘛。可是不管怎么练，就是中间会有一个圈圈这样。就很像外国人练腹肌，不是有一个中间会有一个这样子，那很性感啊，很性感。可是我自己没有到很喜欢那样子，我想要再消瘦，我知道，我知道。然后医生就跟我说什么，你知道，我超级吓到。他说你是不是很爱喝汤？对，我说我很爱喝汤。他说喝汤会有肚子，就是会有他类似你喝啤酒有啤酒肚这样子。我也超爱喝汤哎、欸，对呀、啊，我超爱喝汤，他叫我不准再喝汤，不要喝汤了，我不相信。可是汤好好喝哦、喔，我一定要喝汤，我超爱喝汤、啊，我也超爱喝湯。我就算吃不完，我硬要把汤喝完那一种。
我很喜欢喝汤。我也是啊，我吃羹面只喝汤不吃面。我是没那么夸张、啊。那就买羹汤就好了，不爱吃了。我还是会吃一下啦。对啊，所以我也不知道医生讲这样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嗯，卢，你有听过这件事吗？嗯，有啊。哦，你也是喝汤会有肚子吗？我其实不知道，因为我上了台北之后几乎没有汤可以喝。为什么、啊？为什么？因为我大部分都买便当啊。啊，便当店不是都会有自己装汤的吗？我大部分没看到，我拿就走了。你很赶，就是我好赶，时间很少，我忙，你要赶快回去换痛一下，对，要痛一下，痛所以说好痛。因为我以前以为我有一点点肚子都是因为吃冰，因为不是西医说吃冰，然后因为子宫需要热，然后保护，所以就形成那个脂肪在肚子。可是我去问中医的医师，医师说中不是因为吃冰，他说是因为喝汤，所以中西。不一样啊，对啊，完全就是有各自的理论。行，那我还就做我自己就好了。我就是在继续喝，对，想怎样就怎样。好吧，也是，开心最重要，人还是活着开心最重要。没错。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聊聊天了，聊什么呢？马里奥和路易化身成国宝级的屏风，来看看影片。最初は自分の思いつきから始まったんですけれども、今年がリンパ400年の記念の年で。なおかつスーパーマリオの30周年のアニバーサリーの年でもあるということで両方をお祝いするような屏風作品を作りたいなと思ったのがきっかけです。で、任天堂様の方も非常に協力をしてくださったのでノリノリになって作り上げたのがこの作品です。リンパの風神雷神っていうのは随分おどけた表情ではあ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やっぱり力強さもあるのでその可愛らしさと力強さの融合っていうところそれぞれのらしさをきちんと一緒に合わせるっていうところに苦労がありましたかね。風神雷神の神様っていうのが髪の毛がすごく特徴的で、髪の毛全体からエネルギーを発しているようなこう激しい表現になってるんですね。なのでそこをもう合わせるために今回は帽子を脱いでもらって2人のキャラクターに雲の描写っていうのはふわふわした雲の感じっていうのが出て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これもリンパの特徴的な垂らし込みという技法で描いてます。その辺の融合のさせ方っていうのを見ていただけると嬉しいなと思いますし今の子どもたちはどうかわからないんですけど自分たちが子どもだった頃ってもうドットのマリオが全盛期の頃だったのでやっぱりどうしても自分たちが楽しんでた時の感じっていうのは画面の中に入れたいなという思いがありましてそれでドットキャラっていうのを入れることにしました。できる限り、広い幅の人たちに楽しんでいただけるように制作をしました。老若男女が楽しんでいただける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うんです、リンパがお好きな方というのはオリジナルの風神雷神と見比べてどこが違うのかあるいはどこが一緒なのかっていうところを楽しんでいただけると思いますし逆に、風神雷神のことなんてほとんど知らないよという小さいお子さんたちはマリオのキャラクターの側面から楽しんでいただけると思いますし、私たちのような世代っていうのは両方の側面から、作品を見ていただけるといろいろな楽しみ方ができ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のでそうやって楽しんでもらいたいですね。はい、他这个真的是全手工耶。对，真的。好强哦，而且应该只有一个吧。对啊，超猛。而且我以为可能几天就好，他从那个很多二十天才把那个基本上的架框用好。而且他不能直接画，还要在那边铺什么，然后粘。因为可能直接画，可能那个屏风会伤害到。对啊，好厉害哦。他本身不知道是做什么的，他应该是职人，专职做这个的屏风的人啊，应该是吧？对啊。
好厉害，因为屏风有的不是用手画，是可能要弄好骨架，怎么请别人画，所以他是从头到尾可能都自己弄好。对，自己用，自己弄好。他应该也是职人，屏风职人，然后喜欢玩电动。电动。如果是你们，比如说像他愿意帮你们定做一个，你们想要在上面画什么？画什么？对啊，我画卡卡。哦，画自己喜欢的东西啊，就当然自己喜欢。当然，难道你会说你想画赛吗？不。所以我就想要知道，想要知道你想画什么你喜欢的东西。所以有人喜欢赛哦。怎么可能会有？谁会喜欢赛？不太会有人喜欢赛吧？不知道。鲁大会想要画什么？一辆压路车吧。什么是压路车？你没有看过，就是一个很大，前面滚筒，然后就是铺完柏油之后会在上面。哦，那一种车，我知道那一种啊。因为我觉得那种车很酷。哦，你觉得甩甩的？因为我亲眼看过一台，可是那个时候年纪小，没有像照相机，然后再也没看到过。没关系啊，你知道吗？最美的相机就是。你的眼睛，哇！你看说讲一些没有意义的文青，你就讲文青的话，什么没意义的，没意义啊！文青话是没意义啊！文青的话是没意义。你这样骂了一狗票，好，文青生气。来啊来啊，公干我啊！随便啊，你是王者你们。随便啊，来，我赶快检举一下，检举气死我。那个谁啊，小谢还没讲啊，你想画什么？我想画画个。神魔在上面，就每天要揪的好了，揪的好了，然后揪的哦，对他揪的迷耶，哇，一个揪人在上面无聊。不会啊，哎，揪的是我们当年每个人的神，你知道？然后有当然是啊，我的意思说你已经有这么多揪的啊，连所以当然又在用一个揪的啊，就是这样子。你要把你家装潢成揪的啊？我怎么把？我怎么把我家装潢成揪的？可以啊，你连什么睡觉床的那个床铺都可以去买，就揪的抱着你这样。就这样子，就这样子，然后还让脚开开这样子。对对对，你就睡他脚开开的地方。对啊，还不错。然后你把你的那个莲蓬头做成，对对，做成的每个。然后 Jordan 的手就是那个水，然后可以淋下。超有创意，哎，好像还不错，对不对？好像不错，这样子啊。Jordan 灌溉你的心灵，对啊，灌溉我的心灵，灌溉，灌溉我的心灵。Jordan， 你真的好爱 Jordan， 你不是还有去排队吗？对啊，有啦，然后这两天有球鞋派对，也有去那边啦。球鞋派在那个松山烟厂那松山红超那边啊，干嘛的？就他们就是一个社长，就是创立这个社团，有里面有十万个人，就喜欢 Jordan 鞋或者各类球鞋的都在里面交流啊。他就当天，因为那边也是昨天这个派对，就是算是一个拍卖，应该说算是交流，然后把有些店家的鞋子就拿出来啊，然后就在那边贩卖或者是二手鞋啊。就我有去那边买，我两天哦，一天都带双鞋回来。啊，你花了多少钱？大概就半个月的薪水，一般人的半个月的薪水啊。一般人的半个月，一般人不是两万多吗？就半对啊，这样花一万多。对啊，好多。一万多算在旧人鞋里面算少的了，对吧？是没错啊。对啊，有二手关系吗？我不知道。有我买一双全新赚到的，有一双是全新的十一代了红外线啊，那双才7900啊，全新的，因为那双市价在9000，他买吧，我马上看到。啊、好，可以包给包起来，包起来。激动！哎、欸，你先出生就先赢。对，那时候其实我觉得他们看到好像看到大卫一样开心呢、欸。哎、欸，其实很多人去那边都问太多，就是犹豫不决，我就直接说，包起来，包起来，包起来，我快、啊，来来来来，对，那女生看到我，好，真的很开心啊！我觉得那些人看到我就蛮开心的。我想说啊，大户大户，不是潘娜，是真的是喜欢球鞋啦，然后又不会跟你裹细沙啦，对啊，就一句话。看得出来，小仙是一个平常赚很多的人、啊。也不是啊，主要是喜欢的东西刚好可以在合理的价钱。真的，你是不是月收入破亿啊？没，月收入破亿，我还会来这边吗？不会啊，会啊，会啊。没有啊，你就是为了要隐藏你这些身份，哦，真的卖卡贝这样。真的假的？因为我以前都会说，如果真的中乐透的话，你们再也找不到我，这样当下马上关闭粉丝团，逃到一个我完全无人知道的地方。你要众叛亲离这样子。对，就我宁愿为了钱要对众叛，完全不认任何人。如果中真的中，真的假的？可是有钱不是就要跟朋友一起分享出來？会分享，只是我一定会那个出去玩，不是分摊。没有，其实我觉得中那个你一定会第一，你会不相信，然后你会觉得身边的人都好像想要偷我偷你的钱。真的，你会有这种意思，一定会有的、啊。真的啊。真的，我觉得钱太多的人其实压力也很大，会很怕，真的、啊，因为他会开始分不清楚人家跟他做朋友是真的还是假 的, 是的、啊。所以我也是要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之前就曾经真的差一个号码，我没有完全没有好小，就差一个号码，怎么样？就真的头奖，真的不是差一個頭獎。头奖你是说发票的吗？不是乐透。那你差我大乐透我六个号码，差一个号码应该中蛮多的吧？对啊，你也中很多啊。没有，我是五号，五加一才是几百万，才二奖，我是那个是三奖。三奖是我中五号啊，然后啊三奖是多少钱？
8万多，他也很多啊，拜托，8万多。可是我觉得那一次其实我真的那时候对上，我已经快不相信。我说如果在那一个号码的时候，你知道我完全就是解脱了。你有看吗？真的就解脱。8万也很多，你不觉得吗？就是当下你看到撞，你知道已经在抖，你知道那我完全无法相信那当下真的就。再猜一个号码就真的解脱，没关系，8万就好了啦。对，再猜一个号码解脱好惨，解脱了。我觉得8万啊，中了，中了。你中也中什么这样子？就是就解脱。8万很多要知足哎，有些人8万都连800都没有中。所以我就把那些钱就拿来做一些，就之前没有在做，就应该是投资一些东西啦。然后拿去撒在庙里面啊，对啊，换成1块钱路上丢人啊。不用这样浪费钱吧，高级别好不好？走到刘安安面前，捡把死穷人，捡就做这种事情，不会这样，不会这样子，你就做这种事情，不会，因为你以前都没做过，不会，不会啊，对啊，不可以，是你在做的，不可以做这件事情。我有钱，我就把全部存起来，我拿去换钱砸人。好，再来马上看一下我们的恐怖游戏楼梯，这是什么啊 ？Stars。Stars 啦，将在9月28日的 Steam 的平台上面上市。我们来看影片。影片什么都看不到，其实。对啊，真的，有都没有一样。Feeling like people are trying to get to me, to hurt me, and kill me. I know this place is old. Many have died here before. Children have died here.We're in a compound situation with enemies all around us.他走很慢，对啊，他走很慢，可是他会有很多吓，可是有吓，有时候会吓到啊，有时候我都自己以为在打无双，用木板在敲，可是旁边围你，你就抓住你就死了，哦，僵尸这样子，对啊，还是有点恐怖。刚刚那个游戏其实是恐怖解谜游戏，就惊悚类的。我想知道他真正的就是故事情节，是我们需要去做，最终是要干嘛？他好像就是他不是被讲，就是有那是一个区域，然后有三个曾经有过。不一样精神病的人在里面，精神病死掉吗？好像是失踪还跑进去干嘛不知道。然后玩家扮演是一个记者，对，你调查了三个人，对，你要他就是一个楼梯啊，一直往下走，对，然后你就一直去深入去调查这件事情，就这样。然后在中间过程可能有一些吓你吓你的解谜的东西，所以我本来以为他有点像就是之前的绝命精神病院这样子，我觉得应该是没那么恐怖，他是比较偏惊悚解谜类。他突然一说，突然这样子吓你，就气氛气氛啊，紧张呀啊！哎，那个神经病院很恐怖哎，那个感觉还没神经病院那么恐怖，因为神经病院是一直有一个人会很压迫，你就知道他在找你，就会很压迫。然后，重点是恐怖游戏很喜欢在那边就是什么拿手电筒啊，或者是像神经病院拿那个 DV。对啊，对啊，还要充电，我就觉得好压力好大。这个我应该会玩，因为我觉得它是我可以接受，然后故事内容我也蛮有兴趣的。它是繁体中文、日文还是英文？英文，它是英文。哇，那解谜的时候不就会比较麻烦？我看不懂。可是解谜其实应该看图说故事就可以吧？除非还是有些什么密码，或是要关于拼字那种比较难。不然其他都还好啊，就找东西这样子。对，我觉得是这样。好吧，因为有的时候我都觉得英文就会对我会退缩，因为我就会卡关，我就不想玩。可是日文还 OK， 可是英文真的看，有些真的看不懂英文。可能密码是不是？对啊，英文就看不太懂。真的。那款你们会想玩吗？我会啊，我恐怖游戏其实都还蛮想玩。可是如果它太恐怖，像那个Zombie，我就是
我就是真的是卡在英文，我那时候玩了一个多小时嘛，然后下午的时候什么要跟什么可以干嘛干嘛，这都要靠英文，所以就让我有点退缩。哦，对啊，解谜根本看不懂啊。可是我真的觉得它还蛮好玩。嗯，我还没开始玩。我玩一个小时的时候，大概尖叫了蛮多次吧。真的？尖叫的时候会，比如说它会你触动什么，然后铃声砰，然后就突然所有的僵尸就出现，你就会吓到啊，超可怕。对啊，而且重点是。它有一点不太像是以往我们 玩一些那个丧尸的，比如说我们把门关起来，他们就不会再去。他会撞，他会撞，然后把门撞破，然后你一样照死不误。真的假的？对啊，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游戏耶，我就有点吓到，怎么这个僵尸这么强啊？可是你是永远死不了，就是你那个死了之后，你还要去捡你同伴的东西啊。对啊，他就是你死之后会换另外一个角色，对，然后你要去找你的灵魂，就是那个是尸体、啊，因为你的东西会全部都在那个原地。继承在那边啊，可他就变丧尸了啊。对啊，就把他打爆了。哇，对啊，哎、欸，这个模式很好玩哎、欸。这模式跟以往没有接触不太一样。对，我已经死到十几个，已经变成那现在是一个，之前是一个死胖子了，然后又变一个女记者什么的。哦，你是故意死的？就是我一直想要死到，应该说死到我会看到底有。多少种人啊，对啊，有黑人、白人什么都有。他有无极限吗？无极限吗？对啊，到底讲什么？无限，应该说会死到会不会已经没有人可以？可是他是有很多人可以轮吗？他不会到结束啊，他就是同一个，就是发型啊，什么东西，然后各乱数跳，然后乱数跳啊，每次每个都不一样啊。对啊。哦，我想说，比如像我很会死，可能我玩这个游戏可能死了50次，有可能50个不一样的人吗？不可能，应该就是无限让你循环啊。真的哦，各种配。哦哟，还蛮厉害的哦。好。好，就应该 LAN party 的时候玩一下。可以。LAN party 已经，你知道现场已经够昏暗，然后还要玩恐怖游戏，可是你们都在旁边啊。哦，对啦，也是。对啊，就大家看。那你们就玩一玩就。哎、啊欸，我已经有种吓到。哎、欸，说到 LAN party 啊，鲁，我问你啊，你会去参加一些那个，比如说 Just Dance 的那个吗？看状况吧。我们可以组队。我们要组团一起的，一起。他是几个人一组啊？三个、四个？通常都是找四到五。去年不是四个吗？他最多不就四个人吗？我好像去年看到四个。嗯。不知道啊，可以组，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要事先报名。他说去活动当现场报，去舞台旁边报，现场报啊！哦，我们组一团啊，我们一定超强，因为 LNG 他们一定是自己组一团啊。好，那我们可以自己组一团。对啊，我们是舞棍高手了，白。没错，舞棍。OK， 再来下一个是神奇宝贝 Go 手游发表宣传超棒的影片，看一下。实境游戏的，就是你到时你带一个东西，你都可以在路上随机。哦，真的。
版本都可以用，好感人哦。对啊，很想，好想立，真的很想立刻拥有。哎、欸，所以可以像就大家全部，我们全部拿手机然后这边读。应该只有每明年如果推出，会在路上每个人在那边。对对啊，每个人在那边。而且我想知道他那个是，就是他的城市是设定好哪一个地方有什么有什么。比如说我们现在，比如明年的今天，我们在那边卖咖啡，啊、我这样扫那个角落会有吗？我想知道的是这个。可以看到他们地板都没扫。喂。应该是会吧，他可能可是我不知道这种小地方，我也不知道。对啊，他我就想知道他是怎么去做设定的。没关系，我反正我很期待，真的很每个人在路上在那边，一定到时候，而且这样可以交好多朋友，真的。对啊，而且还可以互相跟交流神经宝贝。蓝牙连线啊，干嘛的？应该是可以互换吧。对，说不定那个台北地下街又是那个一个风潮。对，大家这边哎，那边那边，然后全部一圈跑过去。对啊。嗯，真不错。又是爸妈伤脑筋的时候了。还好吧，因为要花钱啊，嫌手机屏幕不够大之类的吗？或许哦。哦，他刚还有他有他是那个他里面有写他是内购的，内购的，没错。所以可能要买很多神奇宝贝球啊。应该是，而且他一定会出很多相关产品。对，卤蛋会有这种就是少女心吗？这不是少女，大家以前的回忆，童年是啊，国中啊，就是女生所说的少女心啊，回忆到以前当时啊，会吗？看就看到时候出来长什么样子啊，再试试看就好了。那你刚刚看影片有就是吸引你的地方吗？没有，没有，真的假的？其实没有啊，就你知道预告片都这个样子啊。哦，对啊，这是一定的啊。啊，实际出来怎么样再说嘛，不急。可是这很感人的地方是，以前只有大家拿 3DS 走啊，一边玩的时候，然后玩一些游戏，你会扫到哎附近有什么邻居朋友，你就可以去跟他玩。像现在目前手游好像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对吧？也顶多就是少数有几个啦。哦，少数有几个。有弹珠有啊，弹珠有附近的人啊。哦，他们是一起打。开一个房间。对对对，他们是一起打。对对对。好喜欢这种就是感觉，就是大家好像真的不同，对不同朋友，然后可以一起同乐。摸他鸡。你确定？好，再来下一个是，既然现在我们的题目里面会有小线的题目，怎么会这样子呢？不知道，太久没来了。小线他最近有上新闻，因为他就是真的是赚了很多钱，买了新房子这样。新房子。租了新房子。租了是租啊，不是买，真的不是买的，大家不要再误会，是租的。这么好，可以买房了。太厉害。那叶哥要跟我们介绍一下，当初找个这个房子找了多久？大概只找了一个礼拜，是朋友。也太快了吧！朋友找的啊。因为朋友都刚好他家就是应该说他住的地方就是他要搬家了，所以因为他就是说我有想要搬家的需求了，然后我们就聊了一下，我就叫他去找啊，就因为可以合租啊，希望找一个大套房，就是主要是开实况不会吵到别人啊，毕竟已经被检举上次啊，有一次就是台风天那一次有没有半夜人家房东打电话在中线啊，听说你 是在玩电脑啊？隔壁都在睡了，不要就叫我这样。哦，因为你之前是租那种可能就是一间房子，然后大多间啊，这样子啊，所以常常在实况上被房东啊打电话。对啊，真的太好。所以现在是跟几个人合租？就跟我朋友就两个人住那边了，大概那边有快20平有吧，就是楼中楼的，就是我们因为我开始帮大家也看过，可能就这边一边啊，因为我朋友在那边啊，他每个人各有一个房间在楼中楼上面啊。哦，好酷哦，这样很。蛮还蛮棒的，对啊，上次开台实况有8个人啊，已经吵到，你知道在里面真的像开 party 一样那种吵，就不会怎样，不会怎样啊，我朋友去外面测试过，就是走在那个走廊啊，甚至是更外面啊，就是声音透不过去啊，最多是我的声音是比音乐还大声，哦，你的声音比较尖锐，对，我是觉得是我的声音透过去，他们说，哎，为什么都听得到我讲，在外面听得到我讲话声音，可是音乐声透不过去了，反而是我的声音透过去。可是也还好，隔音还好，对，隔音是很好。啊，住附近就是什么区啊？北市吗？附近算是一个繁华的区，不能透露待了，就是一个夜生活很繁华的地方。林森呢？东森呐，东森呐，我住东森呐，东森呐。所以那一个月月租费多少钱？才16000，两个人分16000。两哦，那一个人所以才8000了，超划算，赚到一样，赚到一样。是高楼吗？高就是。它是也是公寓这样子啊，它算是顶楼加盖，而毕竟顶楼加盖就是冬天很冷啊，夏天会很热、啊。对哦，顶楼加盖难怪会比较便宜。便宜一点，可是算是在那种市区很精华的这种中心点，很棒啊。嗯、啊。不要吵到人最重要，然后舒适的环境啊，因为毕竟我这搬家也是弄了一个礼拜才弄好这个新家、啊。
恭喜你，恭喜你哦，新家落成哎，真好哎。对啊，是不是应该请我们去 party 一下？可以可以可以，欢迎你们来，反正都不会吵到人家。会不会我们一去就那个房东说张倩呐，你是在开 party？ 你也带他睡起来哇哈？因为我们都很吵。不会，反正就是测试极限啊，等到真的不行再来说。我就是想要测试他能吵到什么地步啊。那他是饭店管理吗？没有，就是开放了。哦，他开放啊，有那个警卫吗？没有，都没有。公卫没有，大楼才有。你幸好你是男生，比较没关系。是不？男女生有关系吗？女生有关系啊，晚上回家比较危险。如果有管理员会比较好。哦，因为怕那个有哇，可能随时都有人会上去。对啊，有人跟上去就比较危险。是的。幸好你长得很安全呐。很凶，意思很凶。对对对，说哎，不要看。我是说你的汗臭很好。对啊，哎，男生也有可能被性骚扰。也有可能被拖去草丛，也有可能哦。当然有可能，我说你汗臭很好，人家比较不敢对你怎么样。对哦，哇好。欢迎来跟我搭讪的哦，谢女生，欢迎的哦。你刚刚说谢女生吗？谢女生来搭讪。哎呦，性别歧视。哎，你最近真的有瘦哎？算是变壮吧。对呀，你在运动啊？我们常在运动啊。对呀，真的是不错。我也是把露也拉进来，我们真的假的？我好了。露露，你进来了吗？没有没有，我说要不要一起来打羽球运动啊？不要，不要大家。不想啊，可是他有问说要去游泳。游泳，他喜欢游泳。那健身啊，健身房。他不喜欢。健身房的游泳。他喜欢去那个运动中心的游泳，我喜欢单纯游泳，就是像我们上去新庄，新疆松松，对啊，哪种地方？不叫我们上次去新庄，没去过。我跟他，我们上礼拜去新庄打羽球啊，新庄的那个运动场啊。你跟六探不是在新庄？对，他原本昨天有要约，然后想说我要把游戏先跑完再说。哦，换痛嘛，对对。哦，你那个痛多久？应该要痛很久。痛完了，快，还没痛，还没痛完，还没痛完。羊水刚破。哦，那太久了，快快。好，再来呢，我们来欣赏一下一些可爱的影片，好笑的影片。第一个是搭公车就是这么吵，看一下。Membership privileges.Choose your own seat. Personal climate control. Extra legroom. Luxurious seating. The driver is cool.Yeah, I'm cool. Seating for 34. Freedom to text safely. Yeah, it's straight. And get real-time bus information on your smartphone. Hey, that is cool. The bus. 很猛欸！我觉得他那个公车这样，还蛮好笑的。然后跟那个情侣互看，那个还蛮可爱的。搭公车就是要这么吵啊！超吵的搭公车，就是宣导公车。你们有搭公车或捷运的时候遇到什么笑话或闹过什么笑话？搭公车没有欸，我不搭公车，因为我会迷路。我觉得公车很难理解，公车、哦、可是捷运就还不对，因为公车有时候就是他在那个交界跟交界的时候会搞不清楚。对啊，我每次公车搭错站搭错，然后怎样的，我觉得很烦。我只会搭捷运，不会搭公车。公车我也不太会，我以前常常就是会坐相反的，就是可能这边是去哪里，那边是去哪里，然后我都会坐到相反我要坐的地方。好恐怖哎，就越坐越远。卤蛋有坐公车吗？以前偶尔，就是工作的时候。那会讲说比较方便，因为有些地方捷运其实不好到。对，因为公车比较细，对不对？对。你们觉得公车这种东西有必要被淘汰吗？干嘛淘汰？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公车应该被淘汰，我个人是反对的，因为我觉得公车是比捷运还方便的一个交通工具。对，如果会坐，我会觉得公车对于那些老年人真的很方便，因为我常常有时候平日也会搭公车，我看到平日几乎都是。那个老年就那种都会一起搭，就很多老年，其实他们好像只是要去了短暂的地方啊，他们就这样搭、啊。哦。对啊，那老年人
常搭公车、啊。嗯，老年人还蛮，因为哦，老年人喜欢搭公车，会不会是因为免费啊？他们不是有在哦，有一个六十五岁那个吧，应该是有个免费的、啊。对，有免费。捷运有吗？捷运我不知道。捷运没有吧？有什么老年人什么爱心票？爱心票，愛心票那是有那种东西的，对啊。可是不知道有没有免费？我也不知道哎、欸，可能要等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再跟你们分享。可是公车根本不能淘汰啊，它那么重要。我也觉得它很重要。对啊，不知道哎、欸。我觉得那种一定是奇怪思想，是自我优越感很高，觉得啊，公车就是那种什么什么人，什么什么穷人啊，是怎样的人在坐，然后就觉得干嘛要公车，我都开车。你说像美国地铁吗？我不知啊，那差很多，地铁应该是等于捷运吧？一样，没有吗？可是他们好像美国地铁是穷人在搭的，真的假的啊？不知道，美国因为有些人都自己开车啦。而且地铁很危险啊！地铁很危险，是因为它没什么管制，它其实进出是自由的。对，它的地铁进出是自由的。只是你手上可以就是有票，啊，他们有人会去查，没查到你就被抓。对。啊，可是它实际上没有管制。没有管制。对。嗯，所以他们说美国的地铁很恐怖，然后是穷人在搭，然后就是很容易发生一些命案什么之类的。对啊，而且我们上次去搭的时候，就是它没有，它的讯号很差，然后没有什么好的紧急联络设备。哦，它一到隧道就是没有讯号，我们台湾还有。所以你在里面被捅。什么都做不到、啊，所以被抢劫你也不知道。如果要请求那种警察干嘛呢？对，所以你发现美国影集很多都是地下铁出事嘛？哦，对啊，就是鬼片之类的吗？对啊，所以因为没有球员能力那么黑暗哦，所以其实差不多类似吧。没有错，可是他们还是很多人搭，然后还是需要啊，这种大众工具怎么可以淘汰？他们还是很重要啊。我也不知道，好奇怪哦。好，再来下一个是世界各国的敬酒方式。敬酒。比如说像你们刚刚说那个中国，为什么他们要互相的时候、啊、有另外一个手压住？对啊，那个是什么意思、啊？有这我不知道、欸。敬酒，对啊，敬酒的方式不懂。他应该有前面倒酒也有算在里面啊，有倒酒有顺序，有些是啊，有些没有倒很满、欸。是不是啊？不知道，就是各国不一样的民族风情。对啊，像那个什么，以前学那个礼仪课的时候，然后就是考试都会考，比如说圆桌，我们从比如说门口在哪里，然后圆桌放在哪里，然后走进去之后，然后考试就会考说，请问长辈应该要坐哪里？对，然后长桌也不一样，哎、欸，每个桌子都不一样，我就觉得好难哦、喔。什么坐左边，坐右边，从右边起，从左边起。对啊，就是辈分啊。长辈一定是坐在那个正中间那一个、啊。对啊、嗯，可是这个是只有台湾有这样的习俗吗？还是比如说日本、美国都不一样啊？美国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真的还蛮难的。是啊。对啊。
我个人是不太 care 这个。对啊，我也不太 care。但是以前呢、啊，我以前念书的时候就必须要记。我是学观光，所以要记。哦、oh, ，我只知道什么，你们就是服务业倒酒都是要从右边倒，然后给东西也是从右边，对不对？由外往内吗？还是什么？不是、啊，就是他的右，你的右边，你不能站人家左边，就是你的右边，是哦，很难理解吗？哦，你的你是惊讶到站起来的意思吗？然后他想要示范，我想要示范一下，为什么不能从左边倒？哇，然后就坐下来。你问 Sandy 啊 ，Sandy 为什么不能从左边？一定要从右边。我不知道，这是国际礼仪啊，那好久、哦，有本国际礼的书。像刚周周围美国也不一样，美国什么男主人、女主人右边、左边还怎样啊，都不一样啊，跟台湾都不一样，每一国都不一样啦、啊。嗯啊，是手势吧？应该是顺不没有，通常他们倒酒都是一支酒，他们没有再倒两支的，都是一支酒。你两支你要打到他、啊啊，对啊，正常是用右手吗？哦，我在那边有右手很 K 啊。你不觉得很 K 吗？啊，有人是左撇子，说不定他就觉得右手。哦、oh. ，对啊，反正就是国际礼仪很难很难让人家就是理解。服务业很辛苦，对，没错，他们真的很辛苦。嗯、下面一个行李如何上飞机？我们来看一下阿姆斯特丹的史基普机场。史基普。酷欸、他像云霄飞车，好好玩哦。有一点，可是刚刚就前面不是一直在，就是他走他的轨迹给我看，我一度这样，好睡哦，怎么有种催眠的，对，催眠的一个状态。哎、欸，我跟你们讲啊，就是讲到催眠这件事情。昨天我睡觉的时候，我们家旁边就是我就睡觉啊，就半夜，我昨天睡不着，大概三点的时候，然后就躺在床上滚来滚去，然后就一只狗一直叫，叫了快一个小时。如果是你们会下去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吗？如果他叫得很惨。不是很吵，他就是嗡，不是，他就嗡嗡，很频率的一直嗡，不是嗡、哦，然后也没有人阻止他，也没有人，就是没有任何人跟他回应，他就这样一直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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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超久，叫至少一个小时吧。一个小时。然后叫到后来我也睡着了。我在猜应该是信头正好在唱歌，信头是。可是他频率都一模一样，信头好应该会有。就很有 rap。哦他有可能在练习自己的 tempo， 对，然后他就想要有一个之類的对完整的频率啊，要是我会想要去看发生什么事，就你也是没下去看 啊，我没有，因为他是在我们家，就是你打开窗户看是很后面的，很后面，因为很后面你又不敢看，因为我们的很后面是就是因为很后面，所以他传还可以传来声音，代表还当可能他隔壁邻居是很大声的哦、喔，对啊，然后我家又在高楼，所以他是在一楼传。可以传上来，我一直听到的声音，应该算很大声吧。那边不是回音比较重啊？是我家大楼后面的巷子发出来的声音。那应该也是回音重啊，而且晚上没有人，声音、哦、对就会更大声。对啊，还好啦。我是如果他没有叫得很惨，我是还好。你是还好不会？因为叫得很惨，我就会叫我家人朋友下去看。叫人，嗯、
就可能是被虐，或是他发生什么事啊？对啊。可是如果没有叫得很惨，就可能就他在玩吧，或者他打牌也在玩。可以啊，跟很多东西玩啊，什么东西啊？他可能正在跟着打 LOL 啊。哦，好吧。不过说，说到那个看到什么东西，鬼门已经关了，对，已经关了。他们的暑假已经结束了，他们也回去了，他们也回去了。我在结束了前三天到一个礼拜左右，每天晚上固定一个时间，我觉得我后面有人影。你要。你为什么都不会怕？好恐怖啊！会有一点毛毛的啊，可是也没怎样，就不管啊。你会觉得是有一点阴影，就是会起鸡皮疙瘩。不是，就是我应该以前有讲过，因为我这边电脑嘛，然后我右边大概到你那个位置就已经墙壁了，墙壁，然后就是这个地方也是墙啊，对，它是这样一个直角了。然后因为我台灯开那边，晚上灯会关掉啊。然后就是某个时间，大概两点半到三点半吧，那时间有时候这边就突然感觉就很像一个人影，就闪过去。你会觉得有的东西在那边？我会觉得后面有东西经过，然后持续了四天左右，然后就哎。那你可不可以放个镜子？你就放个镜，然后就是如果你觉得有人，就看那镜子。我应该，可是因为只有一瞬间啊，一瞬间嘛。对啊，我觉得就算我去看，我真的是搞什么东西去搜寻，还是你那时候没有打算开个视讯让观众去感一起一起看，啊、让观众那个时候就没有开台是干嘛、哦？就忘了，反正、哦、是自己在玩。对啊，就自己在家、啊，就持续了。你为什么都不会想要去改善这个情况？不是啊，时间就过啦、啊，就昨天就没有了、啊，昨天就没有了。十三号开始啊，十三号是八月一号、啊。给人家清静一下之类的、啊。我、哦、家那边就是庙哦，庙而且我也不觉得我怎么样、啊。他说是守护神经过，或者是真的是经过、哦，反正就经过，可能要关了，赶快，哎呦，收假喽，然后就经过一下。或是以前的屋主。一类之类的，我自己反正没有伤害你就好了。对啊，我也没怎样就算了。你没有不舒服过，觉得特别倒霉吗？我觉得我越来越胖了。那应该是你个人体质跟吃太多的关系，好吧？原来不是这个问题、啊。跟这个七月开鬼门开没什么，就是有关联。怪的，没错。好，接下来呢，我们要休息十分钟。那等一下呢，十分钟回来之后呢，大宇也回到我们的现场啦。休息十分钟，马上回来。